大家好，我是互票胖子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们继续开箱，前面刚开了一个箱子啊，我们看看这一箱是什么东西啊。这箱感觉有点有一个东西很重的样子，感觉不知道是什么，是我杭州的一个朋友寄的吗？难道是？有可能，因为他跟我说他给我寄了一箱，但是我在顺丰上又没有查到，估计他就是拿的那个其他快递给我寄的。啊，不过现在感觉中通的服务还可以，中通还给他送到家里来了。让我看一下，这是些啥呢？这是个纸盒，很小，放在这。应该是让我打盒子的吧？应该是让我打盒子的那个老哥。啊，对的，应该是让我打盒子的老哥。还是我去拉来的生意，本来他没打算送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，哎，老哥，去年一直送的，今年咋不送呢？然后人家就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给我送点东西过来送一送。挺感谢这位老哥的啊，也谢谢信任和支持啊。这是一枚咸丰宝泉当午石，感觉还可以啊，包浆和砂型什么的，看来还是可以的。反正我的眼力大家都懂的呀，哇。半瓶水啊，看的不是特别懂的啊，我主要是靠着打盒子什么的来判断真假的啊。啊，这个的话，陆鹤同春啊，金玉满堂陆鹤同春。这个的话，感觉还行吧，但是开脸不是很好，这种在我眼里我反正不大会买，因为它这个开脸还有这个外面的八宝的这个细节啊，都不好。我们不会买这种。哎，这个宽永应该是要去打母钱的啊，大家觉得是不是母钱？宽永的母钱啊，还是有一定的母风的啊，非常漂亮，确实从这个上面能看到很好的母钱工艺啊，是不是能看到母钱的工艺吧？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母钱啊，没有问题的，母钱的精整在这枚钱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啊。我相信清钱的这个状态也不会比这个差。哇靠，这个是个宝拱当午，哇靠，这么小，你看这个宝拱当午居然只有这么大，只有和这个宽永差不多大。宝拱当午穿口已经有点小裂了啊，穿口有点小裂，裂倒没有裂，这应该是一枚定在房梁上的钱啊，这个穿口伤看上去。声音今天还行。还行吧。看一下。哎呀，这是一枚道光大样，这枚应该问题不大。道光大样，生意也还不错。这位朋友，我问他怎么不送东西，他说他也是个就打工族嘛，所以说他买的东西也不多，他难得买一点。哇，这个嘉庆可以哦，这嘉庆尺寸是 OK 的啦，这个嘉庆应该是有30尺寸的啊，我等一下找一下。好的。东西来看一下这个嘉庆的啦，果然是有30的啊，一个大嘉庆，非常精准。哇，这个嘉庆好漂亮，太漂亮了，这个嘉庆太漂亮了，30家的一个嘉庆，28.9，有30的地方啊。刚才还看了个30的吗？30家。嘉庆啊，最大尺寸30。哎呀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个的话就是1400啊，这个是造币总厂1400，这个大概率没啥问题啊，就是有个老钻孔，这个价值还是可以的，这东西还有点小贵了，所以它有伤了啊，价格就一般般了啊。这个当时我还得弄个东西给它保护一下，发出去的时候。这个的话是个永昌通宝，你看还有两枚币，啊，这个也是咸丰宝，啊，宝泉当午石，这个声音明显好，比这个好多了，这两个还可以啊，啊，这个其实是很好清理的啊，你看这个字口，这种就是边道字口，这个是非常好清理的，这种字口清理非常好清理，玩家可以清出来再去送的啊，它没有清理。这个就好多了，这个咸丰宝泉当午石，这个宝泉当午石的状态感觉很爽啊，
46，哇靠，这个有点贵了，这个。哦，这个是保全当50，都是保全。这保全当50可以啊，虽然冰道这里有小磕碰啊，但是整体的状态还是不容分说的啊，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牛逼的地方的。这个我到时可能也要拿给拍卖的看一下。虽然直接可能会送去打盒子，但是还会拿给拍卖的看一下。这一批钱的状态和质量真的很好，看这个嘉庆是30家的嘉庆，30的嘉庆，然后三个大弦，状态非常完美。这一批状态很好的啊。这几枚钱我个人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的，这几个弦缝应该问题都不大。特别这个，他把字口都完全挑出来了，这个字口真的犀利啊，背的旋背感也很强啊。但是从窗口工艺看，应该不大会有限制啊。所以说这个钱状态还是有点可以的啊，状态还是有点可以的。哎呀，真的漂亮，这枚比我那一枚漂亮多了。保全局的样子太多了啊，杂七杂八的。哎呀，我其实我还是没有能力去看这些大钱，实际上我现在看这些大钱我完全看不懂。这应该是三个款式，很不错，非常不错。这个嘉庆几张沙形看起来，我感觉这枚嘉庆不一定能进盒子啊。虽然我感觉到很漂亮，但是有可能不能进盒子。从这个地方看的话，它的这个包浆还是比较对的。这个地方看包浆还是对的，我也不说不好。但是我总感觉就是有那么点太精准了，有点像样钱又。打不了样钱的精度，正面的字口，但是背面的精度又很高，这个地方啊什么的，我还真的不好说，反正，大家怎么看吧，反正，这是朋友的一张清单，我们看一下，清单，十个东西，这清单，行了，这就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道光大样，这个道光大样，光大样是多少支撑？27吧，好像是，不是七点五。这个道光大样没什么大问题。你看到道光大样的沙形和背。
啊，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